的热心区域 Tomboy 非常受欢迎，展现出他们独有的潮流魅力。近日成员们出演爱豆上班了，并接受采访，姑娘们之间展示的友爱互动引发惊呼。作为组合的队长，田耀君负责歌曲制作，小娟说这首歌曲有着代表他们独特风格的曲风，对于歌曲中最亮眼的部分，小娟表示舒华可以很好的给大家展示。于是舒华跳起了她自己的部分，还一直在唱着啦啦啦的歌词。在大家的起哄下，舒华非常害羞。田耀君此前在网络上晒出自己模仿不同女子组合唱歌的风格，让粉丝们纷纷称赞小娟真的是全能，模仿得非常像。在爱豆上班了中，她再次模仿成员们的声音，实力依旧在线。曹薇娟一直给人漂亮的感觉，但其实薇娟也有搞笑才能，她的面试律动舞蹈让成员们在线围观后也连连惊呼。此次采访中，宋雨琦的表现也令人惊艳，展现了超强的异能感。在小娟选她为最喜欢逗弄的成员时，她撇嘴接连反问，并流露出可爱的表情。爱豆韩社，麦儿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